其实如果说不要像我，就是一直想要抢快的话，慢慢打的话，其实秦始皇是很稳的，好不好？百姓在抽那个吧，天眼的娃，天眼的娃娃吧。我是因为要开地狱级，我就没有仔细看了。转红娃两次都转回巫妖，哦，啊，所以他还是有中红吧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中红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水珠少一颗。这边直接转比较快。狗熊给他独眼巨人转。狗熊那么好、啊。哦，所以他是没有抽到红的，是不是？他没合到红的，狗熊给他的，是不是？明天直播抽奖，晚上7点，送6000点 Gash。可是我送的是 Gash 哦 ，Gash 点数哦。哎、欸，一回合直接带走，哇，黑帝斯。你像这边暗珠不够多嘛，对不对？来强化 ，OK。解盟在等我打完，今天这个是工作啦，这个神魔的地狱级对我来说是工作，所以今天没办法。礼拜五的晚上9点到12点，通常都没办法。嗯哼哼。哎，神魔也能用 Gash 是不是？